サイエンジャパン、トミーセットしましょう。カンバターメン全マラ。最近新開了一个从韩国来的烤肉的店，所以这么多人排队。你平常去烤肉的话坐着吃吧，但是这里的话站着吃，所以我们也今天体验然后调查看看现在在台北流行的烤肉店。所以今天的计划是在台北现在很火的站着吃的烤肉店。现在的时间是大概4:40，这个店是5才开，还没开，但是这么多人排队，也是新开的店吧，所以很多人很好奇。现在我们也排队，应该要等30分钟以上的感觉。我们最近啊调查这些流行的店吧，像镇长上次一个人调查的，从日本来的 Yakiniku Like。对，然后我跟智子一起去的四喜夜市，果然这次也要排队的感觉。他们在哪里吃到？应该是 FB 或是之类的吧。喂，哦，进去，开了开了。听说位置只有30个。看这个弯路的话，一个人最长的是60分钟。哇，这个一定第一轮要进去吧，不然真的很肚子饿。今天没有吃什么，我也是。拜托。终于来了，轮到我们了，准备吃烤肉。我们进来了，要马上选炒饭，但是我以为这是免费，这个要加钱。哎，那个刚好最后两个可以吗？大家 OK 吗？应该里面还有吧，一定要白饭。说到韩国的烤肉的话，要泡菜饼。哎，嗯，小黄瓜啊，要小黄瓜要，看起来很辣，可以。还带不需要吗？要吗？呀，都要。然后我们在这里结账。哦，已经微波好的，很聪明。那边。这没有，我里面还有啊。小袋先洗完，里面还有肉跟酒，还有饮料，全部吃完之后再去那边结账就可以。原来如此，小菜先结，这边150元。原来是这样的意思哦。还有已经准备好这个酱的部分。哦，对。这个是一个人的，看一下。哦，两人份，然后一人份是390块。对。烤到这样有点微焦的状态，可以剪成一口的大小，然后搭配这个酱就使用。这个很棒，比较甜甜的。谢谢。这个拍片的方式也有点不方便，因为站着吃，所以要拿着，但是很新鲜吧？对，日本台湾的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不一样。靠，镇长交给你。哦，非常像，没有那么累的感觉。等一下会累吧？啊，对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对，超级好的耶！给大家看一下。但是那个对大高脸的我来说有点辛苦，因为这个桌子的位置没有很高，拍片的话，对，快烤好了。应该这个高度对年轻人来说刚好的感觉。那我们吃吧，这个也是韩系的筷子。来吧，这个是他们刚刚推荐的酱。哇，超好吃！这个肉其实原本有味道，我觉得那个肉很嫩很厚，蛮质感也很多。然后这个酱是有点辣，有蒜头，跟肉的搭配超好。我也觉得。享受这个口感的种类的肉，我的来用的感觉，但是吃力道哦。它燃料比较味道浓，所以白饭你的效果超级大哦。我发现这个肉的部位是应该卡路里，那我试试看这个葱的酱好了。哇，马上吃米饭，真的没办法盯。这个酱也有点辣，但是里面有很多青葱，青葱跟肉一起吃的话，当然好吃。那我试试看这个，红红的，就是他刚刚说没有很辣。真的没有了，甜辣酱吧。有一点点辣的味道。它有烤焦
料可以放边边，边边火比较小，然后中间可以烤一烤。应该这个烤肉的方式也有很多 tips， 中间的话要烤比较厚的骨头的部分。烧砖也有啊。哇，磨成有音料。那我继续吃好了。你看，跟这个泡菜一起吃。太好吃了，回来了。我没看过韩国的饮料，对，试试看。哎，超好喝的，白桃的味道。它有薰衣草，我的是 yogurt， 在嘴巴变成很清爽。这个还没有吃。我是没有那么辣，比较酸酸口味的泡菜。怎么了？有点没了。对，刚刚我们排队很久吧，而且站着吃的话，一点有辛苦。那是排队越来越站。真的，你靠后面，这个很神奇的感觉，大家都是站着吃。对，那是这个感觉是 barbecue 那种的，很放松的，一边吃一边聊天这样。那站着。我不是站着，我是蹲着，不是站着吃的站着，不是立着的。站着，这个站着吃的文化，其实啊，在日本，我觉得更多更多站着吃的文化。对，そば、拉面，还有牛排的东西，我们也介绍过那个いきなりステーキ、トゥーラン牛排。哦。站着吃的店也有，还有其实在日本也有站着吃的烤肉。台湾的话，台湾我觉得比较少，因为日本生活比较忙碌嘛，大家都是休息的时间很少，然后要赶快吃的话，很适合站着吃。然后他们五分钟、十分钟就赶快吃完。还有应该店也有优点，因为站着吃的话，客人在这里的时间变短。对店来说，越来越多客人会来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文化比较男生喜欢的，因为女生的话想要聊天啊，或是比较放松吃啊，但是男生的话赶快吃，赶快吃，日子饱就好那种感觉。对对对对，这个店的话看起来。先比较多哦，对对对，所以说不定现在在台湾也比较流行这样子吃的味道。看一下，难过耶，只有剩下这么少的肉。然后我发现这个店啊，只有卖一种肉，像他们写上一人份6盎司390块，只有这个菜单。当然有其他的炒菜之类，但是肉的话只有一种口味，应该我觉得很适合午餐。晚餐的话，想吃什么吃到饱啊，然后很多肉，然后一起聊天这样子。但是这个 lunch 的话，应该这些小小的一人份刚刚好。那我们赶快吃完吧。你们都没有吃完，不可以直接吃。果然我最推荐这个泡菜跟肉一起吃。哦，会有汤汁的感觉。对啊，超好吃的。听说这个是直接吃啊，真的？会很辣吧？然后要用这个吃。哎，这是青椒哎，有辣吗？没有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可以，所以这是应该青菜的部分，剩下一块的部分，骨头的部分，可以吃可以吃。然后放外套。吃完了，我们不知不觉最后一锅了。哦对耶。吃完了。Hello Hello Hello， 你是店长？对，很酷。你们是从韩国来的烤肉店？对，在台湾第一家吗？对，我们找韩国的老板，希望就是我们可以在台湾开跟他们一样的店。在台湾有很多这些站着吃的烤肉的文化吗？没有，所以我们还想要做做看。对，我也觉得蛮新鲜的。那你们为什么只有卖一个肉？因为他们在韩国就只有一种肉，简单，他们就是不想做的太多的。我们刚刚排一个小时左右，他们有些甚至排了一个多小时到两个小时。哦，你说晚上越来越严重？对对对。哦，好险我们早点来了。对，因为他们在等你们吃完。哦，对啊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好，继续啦。怎么了？变矮了。有点矮呢。
较酸的感觉。然后现在我们看那个排队真的越来越严重，辛苦哎。那怎样，军长？我们第一次体验韩国烤肉的站着吃，我觉得真的好玩。应该现在排队太僵的感觉，但是以后的话应该可以快进去吧。对，因为这是新开的店，后面有干什么？我觉得很赞，这个方式很新鲜，但是我觉得不要站着吃。我的话坐着，然后跟朋友聊天啊，就是放松吃比较适合我。而且他们卖的肉只有一个，这个有点对我来说可惜，因为我想吃很多很多种类的肉。但是像刚刚我也说，那个午餐的时候，因为这是市政府的 office building 比较多，所以中午的时候跑去这里吃烤肉，然后回去工作，这样的话我觉得蛮适合的。我们最近越来越会找流行的店。大家知道新开店的话告诉我们，对，一定要告诉我们，然后我们去排队，排队两个小时也可以哦。可以，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